夜的翠落花飞，满天花雨杂雾。哇，这首歌对我来讲真的太低音了，降 E 调我真的唱不到。喂，几天前呢，我就跟大家讲了什么叫做装饰音，也都讲了我们为什么广东话的二声五声呢在歌词里面呢会变成自带装饰音。我很多人都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天蚕便举出这首歌片片相思赋予谁呢，里面真的有很多装饰音，连我学生阿欣都有留意到，特别会注意我这个视频。所以我昨天吐槽完平台为什么将我的视频下架之后呢，今天我又会继续讲下去了。首先这首歌呢降 E 调呢我是唱不到的，我要试下用第二个调。我普通话不好，我试下就咁唱简谱先啦。咪嗦啦哆提啦嗦啦，咪嗦啦哆啦嗦来咪，啦哆来咪来哆来，提提提来哆提啦啦。大家有冇见到咧？呢度仲有一个装饰音喎。是啊，天蚕变冇圈出嚟嘅，咁即系呢句啦哆来咪来哆，呢个音应该唱成哆咧，啦哆来咪来哆哆咧。如果将普通话 fit 入去咧，就系只看落花谁人醉。嗱，当我哋考虑一个装饰音适唔适合嗰阵时候，我哋就要谂啦。究竟这个醉字在普通话是怎么读法的呢？等我查一下先。醉，即是你读这个说话是这么读的。只看落花谁人醉，是由高处跌下来。醉，但现在在旋律里面呢就这样唱。只看落花谁人醉。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叫做反其道而行了。明明是醉，而家变成醉。嗱，我对普通话歌咧就真系唔系好认识，但系如果用翻我去处理粤语歌嘅手法，我就觉得呢度咧真系格格不入啦。明明一个由上到下嘅下降音，而普歌嘅人咧却要喺呢度咧夹硬加个装饰音，将佢变成向上滑。我唔知道喺普通话唱醉会唔会变咗另外一个字，但系喺广东歌里边咧，如果咁样处理法咧，好有可能会将个字的意思改变。好，我看埋天蚕变另外几个例子。啦哆来咪来哆哆来，呢度又有咯。天随风动纸上丝，照我所知个丝字应该是丝。咁第一声明明是丝，而家变成丝，是不是都是有问题啊？啊，丝是一声咁啊平噶嘛。咁而家丝其实亦都是改变咗佢声调。再睇落去啦 ，re so do re re do re re mi， 一片痴情空与对。嗱，又嚟咯、哦，对对系第四声啊嘛，应该跌落嚟噶嘛，而家又变成对，系咪又系反其道而行咧？再睇落去 ，re re do re re do re re mi， 偏偏相思呼与谁？谁字应该点读啊？咦，谁字啱喎？因为偏偏相思呼与谁，谁真系由低至高喎、哦，所以偏偏相思呼与谁呢个冇落错喎、哦。再睇埋最尾一句 ，re so do re re do re re mi， 花会烟会爱永随。个锤字咧，系、哦、个锤字都系啱喎。好啦，咁所以个总结就係、是、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装饰音，只有最冧尾个垂字同埋个垂字係啱嘅。呢三个呢个装饰音呢唔落就好过啦。我觉得最第四声、C 第一声同埋对第四声呢係不适合做一个向上滑行嘅装饰音嘅。到返转头向下滑行嘅装饰音可能会得。譬如你将啦哆来咪来哆哆来变成啦哆来咪来哆咪来，细看落花谁人醉，咁样就可能解决到嗰个向下跌
嘅第四声问题。咁至于个 C 字咧 ，C 系平嘅。千岁风动吉祥寺，应该咁样唱先至啱。至于个对字都系一片痴情空与对，咁样会好啲啦。好啦，今日咧先同大家分享咗喺我认为嘅装饰音处理方法。听日再有时间同大家讲下粤语歌点样处理装饰音，好唔好啊？好啦，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啦。我系卡洛斯，喜欢我的视频噶，请你关注、点赞同埋转发啦。拜拜。